绍一下来宾，我们学乡的秘书刘木仁。各位选手，各位家长，很感谢这一个礼拜来的辛苦，也谢谢你们到场鼓励我们的选手。那到今天刚好比赛结束，我们举行这个颁奖典礼，希望说以后能够继续努力，为我们的篮球的一个竞赛来发挥更大的一个努力，跟争取更好的成绩。我们先邀请我们的史学乡秘书沈信总沈秘书帮我们支持一下吧。家长陪大家来啊，爱运动的小朋友一定不会变坏。夏天哦，很热。我那天有讲开幕的时候，运动啊，流汗一定要多喝水，多补充水。可不可以借着大家的双手来跟我们的家长、跟我们父母亲感谢一下，好不好？在这边欢迎大家哦，明年呢、啊、再继续来比赛，我再邀请大家。八月一号啊，你们长大又可以来打军国杯，好，八月一号我们军国杯哦，全国篮球赛八月一号在这边上举行哦，赶快长大，赶快来比赛哦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
谢谢。